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教练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大雄，哎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今天出来我也班长，你没发现吗？咱俩衣服今天颜色一模一样，哎，这叫什么？心有灵犀，默契啊！哈哈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班长拜托我们来帮助你。嗯。女爷爷，这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来了？之前你不是跟我说，除了学校作业以外，还有那个电影的台词。我在想，你在体能方面也需要锻炼，所以说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，我就请他们俩来帮忙。但我好歹是个明星嘛，如果他们泄露我地址，偷拍我照片怎么办？谁要拍你啊？谁稀罕拍你啊？对啊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开始吧，我都饿了。哎，你把鞋换了。哇，鞋换了，挺大呀！哇，哎，换鞋换鞋，院子呢？哎，你别出去，可以啊。那你别进来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给你锁外边。你开门。哼。来，云，吃点苹果，特别甜。等一下吧。没让你吃，也不是很甜，非常干涩。嗯，这水倒是挺甜的，是吗？嗯，我不需要你们两个做教练。你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教练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想当演员？嗯，你看你这条，干瘦干瘦的，怎么上镜？跟别人站一块小一圈，哎呀，怎么当演员？行了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平时在家就穿成这样，果然人不可貌相。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还有啊，你们难道就看不出来我很不欢迎你们吗？嗯，行，班长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去哪儿啊？走啊！不是。让我们出去吗？嗯，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啊，真的吗？能进吗？能进。哎，我鞋没换呢，换什么鞋啊？你要脱鞋？不用换，随便踩，随便踩。那我踩了。踩。哎呦，行，脚感不错哎，来试试来。哦，挺软啊，这地毯。嗯，再上点上次那个什么干涩的苹果。嗯，怕他累，怕他累。对，怕他累着。怕他累，怕他累。快去快去，快点啊！还真当自己明星了呀，锻炼锻炼。怎么样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云、哎，那个你回去吧。别！哎，班长，你看，没事。不喝点水啊？班长，没事。哎，一，来，要伸直。二，来。I find it unbelievable that someone would refuse to swim in water of the ocean. Go on.